西都是你帮我弄的。这是我妈妈帮你弄的。谢谢阿喜。你今天不用去上班吗？不用的。我跟他们说了，你生病了，需要多点时间休息，所以我跟我妈妈说好了，我要用很多时间来陪你，所以不用上班。阿喜，谢谢你，你对我真好。东东，你怎么了，东东？东东，你没事吧？谁呀？我是阿喜啊！你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你怎么了？我是阿喜，东东，我是阿喜，我是阿喜。东东，你没事吧？东东，你怎么了？东东。我怎么了？你刚才不认识我是谁？你刚才不认识我是谁了？彤彤，来，彤彤，你先坐下，慢一点。坐下。阿喜，会不会有一天我把你完全忘掉了？不要你把我忘了，我不要把你忘了。东东，你如果身体不舒服，你要赶快去看医生了。阿喜，我有点渴，你去帮我倒点水吧。东东，去吧。阿喜，把门关上。